神驹啊，是赤兔马吗？关圣帝君骑的是赤兔马。冲炮呢，还很多的冲天炮，一排要是上百只的，那有那个六个洞，可能是六个洞就造成会有声音了。炮管里不止六个洞呢，一边六个，另外一边也有六个，十二个洞，十二个孔，那高速啊，在空中飞行就产生声音了。